春访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婚礼保险有多重要啊！本地一家营业13年的婚纱店，在今年10月10号突然关闭，受影响的新人达到116对。是，那婚纱店关闭呢？如果没有购买所谓的婚礼保险，到底准新人应该怎么办？就是，而且我们消费者协会能够怎么样来保护？这些消费者的权益呢？消费者如何自保呢？是我们今天就请来嘉宾一起来讨论，其中就包括了有消费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会员，同时也是一名律师梅淑玲律师。你好，梅律师好。受到影响的准新人呢、啊？有陈有威啊，还有就是傅立炫，欢迎两位，欢迎欢迎。是，首先当然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新闻背景的一些数据，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事态有多严重哈、啊。在今年的1月份到10月份呢，新加坡消费者协会总共是接获了292起跟婚嫁行业有关的投诉。是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些投诉当中呢，大约43%的投诉是跟这个婚纱店关闭有关的，也就是总共有125起。而针对刚刚所提到的 Sophia 婚纱店关闭的投诉呢，就达到116起。也就是说，实际上今年到现在比较严重的就是这家店的关闭导致的一些诉讼，对吧？没错，相当多。这个两位新人哈，首先对你们遭受的损失表示遗憾，是，这真的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为你们有为你们的婚礼投保吗？有，啊，有的，有投保的。哦，所以投保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说呢？就投保的那样。所以你们一开始在就是签订任何配套之前，就已经想过了要进行这个买保险的部分啊？其实没有，这个没有。哦，这个没有。所以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担心接下来会有很多其他的部分也出现状况。对对，所以也就投保了。是，立轩聊一聊你们这个配套当总共多少钱，付了多少钱啊？什么情况？我们的配套是4888，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看上了他的婚纱，他们就说就给我们打折。所以我们后来就只是付了3688。OK， 算是全部都付清了吗？没有，我们就是2000块为定金。嗯，另外的800是我去试他的婚纱的时候才还的。哦，所以那个800也已经付了。对，婚纱也试了。对，用的是现金还是信用卡呢？800是信用卡。而2000是现金，2000现金，对。我们会这么问，是因为哈，似乎就是有一些消费者他用信用卡来付款的，好像似乎信用卡公司有一些会做一些特别的处理。要问梅律师，就是不过概括来说哈，像他们这样的情况，得到赔偿的机会有多大？然后是不是真的是保险的部分，如果有投保的话，才有可能有理赔？当然是如果有就是买保险的话，如果这个婚纱倒闭的是在事项里面其中一个保单里面的事项，当然是保险公司需要负责而会赔偿。哦，你的意思不一定在保单里面的？不一定呀，对，就是个别要向保险公司寻求看他们愿不愿意加入，对，愿不愿意接受就是售卖这样的保险。嗯，然后而且是如果这也会直接影响这个保额的高低。哎，这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提醒消费者，一般人很少买东西还想说你店关闭要写在里面，它真的会发生的。的确是。对，那请教梅律师，那普通我们现在的婚礼保险它保哪些东西？一般上就是婚礼保险的定义就是它会保这个婚纱还有礼服，就是损坏或者是这个戒指的这个丢失，还有就是相片还有影片的损坏。当然也是有保这个婚期延迟，就是婚礼耽搁，或者是甚至整个婚事取消。这些损失都可以保。就是、还有因为这个生病或者是意外而不能够出席这个婚宴，这样。你说的应该是准新人吧？对对对对。OK， 所以我就是说，我能不能跟保险公司商洽说，比如说因为不同的国家可能不同的状况哈，像新加坡可能现在就是对婚纱店特别没信心，能不能多加一些条款，是说哎，专门针对这个婚纱店这个部分，我要再加强一点。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寻求，但到底愿不愿意就是卖这个保险，这是保险公司的决定。但现在事件发生了，作为消协可以怎么样来帮助像他们这样受伤害的这个朋友？消协已经致函给这个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就是要求他们向 Sophia Wedding 展开调查，看看他们是否有触犯其他的这个公司法。如果证实了这个 Sophia Wedding 的董事或者这个负责人有从事或涉及欺诈的这个行为交易，
那法庭可以宣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还有这个董事个人一个人来就承担这个债务。嗯，消协的确是有帮忙了哦，但是呢，因为准新人你们还得要筹办婚礼，对不对？对。你们婚礼在什么时候？12月19号。12月19号，哇，现在就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对，那这边是肯定已经倒闭了，你们有什么改变吗？现在什么别的选择吗？我们就是另外的去找多一家婚纱店。就是还是一样要做出功课，这些一朝被蛇咬哈。那你接下来就是你最近在签的这个配套的时候，有没有额外多注意些什么？就那个店的历史。哦，对，信誉，哎，这个13年呢，刚倒这个。所以我们很找一个更老的。来个12年，这也是一个标准。我觉得有时候消费者真是也蛮苦的哈。那么这次我相信你们应该吸取教训，要签婚保了吗？其实这个也要搏一下，也不一定。有的店他不愿意跟你签，因为有时你买保险，不一定那个保险有会赔偿倒闭该赔偿的东西。对，是。那当然，这个保险是一部分。可是针对这个店家哈，倒闭之后，你们觉得说从他们那边得到索赔的希望高不高？其实讲真的，我们觉得赔到的钱应该是不高。我们。就是说这种东西是看运气的，而且他们也不只是欠了我们钱，他们也听说他们欠了员工钱。对啊，还有员工的薪水，对，等等的。对，你们事发之后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呢？就是向消协对，提告，星期一，对，去提告，然后就是另外再去找多一家婚纱店。对对对对对，当然。请教梅律师，你觉得像这样的事件，这116对新人，他们获得赔偿的几率高吗？这主要是看这个公司他们的资金够不够。那现在他们在这个会计还有企业管理局的记录上还是有在记录上的，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就是如果可以到这个小额赔偿法庭采取行动，还有可能拿回这个赔偿。但一旦他们宣告这个破产，或者是进行这个资产的重组的时候，那到时候其他的这个债主就好像他们的供应商还是这个房东等等的这些债主，如果想在排在前面的话，那资金可能就不够。是，刚刚就提到付款的方式啊，信用卡这个部分呢，你会建议就是接下来的准新人可能多用信用卡来付款吗？会不会多一重保障？他们可以尝试，就是个别的信用卡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协议，就是让这个消费者能够就抵消这部分款项。这个也要看个别的这个信用卡公司还有银行。所以就是建文刚才讲的，据说有一些外国的信用卡，对，它的消费者最后是全额拿到了款项。这个款项不是婚纱店赔的，是信用卡公司先抵消的，抵消的，是的。好，对。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说13年的这个店家哈，大家对他的信心是满满的，但是两位在光顾他们的店面的时候，有没有察觉到说这家店可能有一点问题？其实当初刚开始是没有，因为他店面很好大，就很漂亮，富丽堂皇，对。然后就一方面他们也蛮久了，然后我们就跟他签了配套过后，他们就说他们要搬。是签了配套才搬的。我们才知道说他们要搬去阿莫逊，对，是。然后搬过去了过后，我们就因为刚好我们要去那里试婚纱，然后就到他的新的店面的时候，就发现到他的店面还蛮小的。规模变小了。对，OK。然后还有哪些端倪吗？比如说可能会不会好像有点脏乱什么的？其实他那边不会说很脏乱，可是就是说我们在地上那边看到很多相簿这些，我们就觉得可能他们是没有时间把它挂上去，因为他们怎样讲也是刚刚搬过去的。是啊，自己替他们就分析了。对，没错，是有蹊跷了。是，好，这个对，梅律师，你觉得我们今天就讲婚纱嘛？如果准新人去到婚纱店要签这种配套，你觉得应该做哪些事情可以比较好的保护到自己？所以消费者他就是有一个选择，货比三家嘛。然后他到婚纱店的时候，他必须要选择这个声誉好，还有这个信誉好的婚纱店。那在做价格，还有服务，还有整个婚纱配套的这个同时，消费者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包括这个配套有没有包含这个婚礼的保险。
那到底需要预先支付全部的款项，还是可以分期付款？那也需要看一下合约里头的这个细目，就是看一下它的那个每一个服务的那个款项到底多少，需要还这些额外的就是款项吗？如果是到了退款，就是需要更改这个项目，或者是改期，或者有什么就是延误，婚纱店不能够履行自己承诺的时候，那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就是解决的这个条例？还有会不会就是提供这个全额的这个赔偿？对，就公司要证明说，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他们是有诚意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由我们去追讨。好，谢谢三位的分享。是的，那如果你针对这个话题还有任何的看法呢，也欢迎你到西城有约的面部网页去留言。是的，广告回来是我们第二段的新闻内容，不要走开，稍后见。